就一次，一把定输赢。剪刀石头布，好，赢家选择看与不看。看。放注意，好。你可以先问他问题啊，大哥。都不问，就直接跟他赌了。三、二、一，开。他让他讲脏话。那这次的奖金挑战比较特别，是奖金是没有设限的。我会找出四个人，他的平均月收入多少，再除以四，就等于是这次的奖金。假如说有人月收入是过百的，那我就认命了哈。我也不得不说，那个制作费要爆棚了。薪水挑战赛，挑战赛，对。我先问一下，我们刚刚第一组是哪一个？我有点忘记了。第一组是你们。OK， 好。先问一下怎么称呼？威力。威力。哎。好，那几岁？二一。二一好，那你先帮我移驾到这边来。第二位是几岁？住哪？啊，不是，混错。哦，你几岁？二二。怎么称呼？小伟。小伟，那你帮我坐这对面。哦，你怎么称呼？婉容。婉容，几岁？28。十八。对。好 ，OK， 那你请坐这边。哎、欸，还有一组没进来，我看到不是哦。那我们还有一个人吗？你们。刚抽一组人。哎、欸，还有一组人。还有。我刚到最后面的时候还有看到。你好，请进这边站一下，我访一下。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因为我们刚约的第四组女生，因为不知道干嘛突然没出现，所以刚好你又出现，那就让她先替补上来。怎么称呼？毛毛。毛毛，今年贵庚？要22。要二十二。下个月22。很年轻。有工作吗？有。好，那请坐。好，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游戏。好，我们先来访一下，请问月薪大概多少？说个大概就可以。3万。三万哈，那你的是？哦，没工作好，你4万8。4万8，好，你3万。好，那我跟他讲一下，因为我本来有设定，因为我们怕就是如果有人没工作，所以我会把他定个起薪。那基本上我最低的底薪就是给4万5，那你4万8，所以你会高一点点。所以4万5×3再加4万8是多少？8万3。18万3，嗯，看有念书，所以总金额是18万3。那18万3会除以4，又变多少？好，我就直接抓个整数啊，4万8就好。4万8，我就一算，那这个游戏的奖金的内容就是48000块。那怎么获得呢？等一下，我会先给每个小游戏。那游戏内容很简单，我会放四个盒子在你面前，其中只有里面有一盒有48000块。每一个人我都会问一些小问题，就比如第一位有玩过狼人杀吧，还是听过？大家那种感觉就是，你们四个人我会问完一次之后，你们要自己去判断说谁的盒子里面是没有钱的。假如说你们就多票的人会被杀掉，譬如说有两个人指你，你就被杀掉。那你如果里面真的没有钱，你就被淘汰了。那假如说你里面是有钱的那一个，他就可以直接带走钱了，等于说这个游戏的获胜者就是他，懂意思吗？所以你们要谨慎选你们觉得没有钱那个人。好好玩的游戏啊。好，那我们就依照顺序，就依照进入场顺序。那不然这样子，你们三个人先站起来，先请这边站，然后你就开你的，知道壳子怎么开哈？你不要整个人把它掀起来的。它是那种上掀盖式的，那就大概掀到看得到就要。好，请开。好像是看不太到的。哇，什么小啊，真会演。好 ，OK， 看完了哈，确定了哈，那请往边站。那下一个，请你，请开。看完了哈，确定好，好，请回去。那再来是那个宛如，看不到，好，我先挡住，好，我挡住，好，来，请开。我自己也没看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OK 哈，好，那请回头。那最后一个是毛毛，毛毛，请开吧。嗯。OK 哈，好，那全部都回座吧。好，我第一个问题问的就非常烂的问题，但这问题我不知道刚刚有没有注意到。我问说，如果说我们前面用橡皮筋绑的嘛，对不对？橡皮筋是什么颜色？可以问这问题吧？好 ，OK， 那就看你们大家自己凭运气了哦。你要说完还是不说完，都看你们自己哦。然后我先问，橡皮筋是什么颜色？绿色的。橡皮筋什么颜色？黄色。橡皮筋什么颜色？黄色。四个都不一样。橡皮筋什么颜色？黄色。那你们觉得谁说谎，就看你们自己决定喽。你们要交流一下吗？我想问问。你们想问问题？可以啊。选一个人问啊，就每一个人选一个人问。好 ，OK， 你先问，你想问谁？你没有钱吗？好 ，OK。你要问什么问题？你没有钱。好，那换你问，你要问谁？你黄色是在胡乱吗？我的钱是黄色的。你的钱是黄色的。哦，好。最后你的。你里面有钱吗？没有钱。
两个说有，两个说没有。好，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我是觉得他们蛮单纯的，因为说自己没钱，等下被指定杀掉就直接飞出去了。但你们自己决定哦，这只是一个参考，就看大家怎么去选。哎，但说没钱，故意要你们杀他，这也有可能。所以我根本帮你们分析一下。那第一关准备开始，你们要去选择一位你觉得他没钱的，先把他杀掉。十秒钟后开始倒数十秒，请想好你要选谁。十秒，九秒。我打数到一秒的时候就可以举手了，就可以指要投谁。对对对，来，十九八七，六五四三，二一，请指。三个指他，为什么？我先问一下，为什么你会选他？他都直接说没有了。他就直接说没有。他如果有钱，他也说他没有啊。他钱在我这啊。哎呦，很会演哦，不错。来，你为什么选他？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没钱。哦，那你呢？他刚刚迟疑了。OK， 来揭晓这个，我自己，哎呦，真的没有，好，恭喜你，小伟，那个，帮我找一件外衫衣服，他只是送他，先淘汰的，对，恭喜你参加游戏，但不幸的你直接被淘汰掉了，让你帮他找他尺寸，对，剩你们三位喽，最后一轮的游戏很简单的，就是你们两个等一下会剪刀手布，赢者人可以选择我要看牌还是不看牌，而输的人可以选择要不要交换箱子，那看的那个人。就只能放着，等对方选择换不换。那我们现在可以先预备好，心里想一下你三个问题要问什么。就一次，一把定输赢，会紧张吗？又说还好，你呢？有点慢。剪刀石头布，好，赢家选择看与不看。看。你要看对不对？好，那你的话，你可以看着他看，你可以看小看就好，人家可以看。我放注意，好 ，OK， 可以选择换跟不换。不换。我还他，你可以先问他问题啊，大哥。都不问就直接跟他赌了，你确定？你要问吗？七三六四，没有人这样子的。你真的不换箱子吗？所以不能用分的啦，用分的这样大家以后来玩我游戏全部都用分的，看那样我就直接准备好分大家就，也不用玩了。你们一开进来的四个人，一人分一万多块就好，不行。你可以问一个正常问题，或是你觉得用什么问题可以突破他心防？在你那吗？好问题。你可以猜看看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有一个很鸡巴的地方，就是我喜欢让你们等一分钟。我抽支烟，好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喝完一分钟，你确定了吗？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哦。确定，不换。确定哈，都不换了哈。这个最贱的地方就是我要让他自己开。二一开，他让他讲脏话。好，钱在他这。好，来，钱在他这边。真的有在里面。真的有。来，恭喜你，这次奖金是你得的。那你也去挑一件衣服。那刚刚谁赌女生的？三位来直接先发两千块，你没有觉得我曾经有没有觉得是这游戏是假的？都没有。可是我可能会跟客人收回来啊，很多人说我会私下收回来。可是你名气这么高，应该不会做官司。难讲，我等下再跟你收回来。好，我们先给刚刚你猜的是你猜女生，对，恭喜你。然后你哦对，你要不相信她是正确的，你也是猜女生吗？很正常。哎，一个女生是谁？哦，你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对。忽略掉。好，那先恭喜这三位得奖的。那个获胜妈妈什么感觉？我觉得完全赛道。完全赛道是吗？完全赛道，因为我刚才问他说你真的不换吗？嗯，就给他决定就对了。对对 对， 對，就是我还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嗯，我觉得我真的很赛道。那有什么感想？没有感想。没有感想，明天刚才就讲干。对，验赌。OK， 對、啊、好了，那恭喜各位。哎、欸，等一下那个你也去里面挑一件衣服送你的，感谢你们参加游戏，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。我总结一下，其实也没什么，反正玩街头游戏就这样，也没什么好总结，就是无聊就会玩个街头游戏跟大家玩一下。希望大家以后看到我，就是尽量热情一点，就是跟我聊个天，不一定每次都有玩游戏啊，但至少就是有机会玩游戏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等于是我当初设定这游戏时，就是想帮大家多加一个月薪水，就这么简单，所以才问你们月薪多少，然后去帮你们平算一下。那祝你们一样，就是下一次运气都很好，好不好？就这样，来，拜拜。那你们可以回家了。好，我也短片道具结束，拜拜。